大家司马岳阳哈，司马岳阳呢要请教阿宝老师的问题哈，他的问题就有点点多了。来，一公一进哈，嫁一家有个六分的在蒜头，使用呢动力的哈，应该是动力的在六公升诶喷油啊，因为蒜油啊面顶有糖，农药行配合也是克凡派十派水旋剂啊，五百哈五百。应该是这个应该怎么讲比较好？五百米了哦，细管吧，哈、哦，一趟呢用60cc， 加咱五派赛洛宁水分散性力剂，250公克的五包，一趟呢伊用两汤匙。问题来啊哦，一看吼、哦，这个克凡派稀释的倍数是1000倍。照理来讲，一趟应该是用200cc 就可以，但是农药行叫用60，这样敢有问题？还有这个赛洛宁呢，稀释倍数是3500倍，农药行叫用两汤匙，啊，按照这个稀释倍数，照理来讲，啊嘛是一汤匙就够啊。啊，伊吼讲照农药店讲的这個用法呢，伊又个惊药剂伤重，啊，若是照稀释倍数算，又个惊伤轻，因为伊做法个是讲伊较早呢，哦，一家油六分喷25趟，哦，伊是用卤的，吼、哦，用卤的个、就是哦卤的嘛，吼、哦，这样念没错吧，吼、哦，一个惊细抓，所以呢，伊倒2罐的克凡派，2包的赛洛宁，稀释到25公升，然后呢？加个豆1公升的稀释液来到动力汤啊，安尼做法敢有 OK？ 安尼我个先用即卖在进行吼，产品上稀释倍数跟每一个工程用量吼，伊到底呢是爱吼依据哪一种比较精准？这个实际上那是要应用吼，上准的应该是每工程的吼，每一公顷的一个这个用量吼，并讲我啊，伊合理的一个即卖较。较精准的用药内底，伊拢会甲你讲每公顷用量，吼、哦，即一公顷我爱偌济，即个药啊量，啊，即个药啊量，你会当较低一撮啦，买当较一般来讲，通常很难再减下来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用药量，你可能水会当啊去泡啊，但是你讲泡，喂。有听到齁、哦、对我说因为我听到说你和什么人说话不知道哦 OK 来这个目前是这样、哦、就是说如果是要、啊、咱农药在用的时候最好还是根据、哦、这个每一公顷的这个用量、啊哦、那么那个稀释倍数是要创什么、哦、那个倍数最主要的是啊，伊这个倍数是一个安全的，就是讲你参考看嘛，这是一个啊很安全、真安全的这个倍数。然后伊种倍数，你甲算起来，通常伊一分地是赚100水啊。哦，伊通常算好你的迄个倍数，你用的这个药啊量是一分地是赚100水。哦啊，所以你即马那是咧用的时阵吼，啊、就是讲。有的人的药啊用较重，吼，所以变讲你可能转50水，啊，转50水的时阵，你干那转50水嘛，变作你就是这个药啊处理的量真少，所以你那是搁照迄个稀释倍数来算的时阵，啊，有当时啊你用的量就无啥够，迄、那个药啊量就无啥够，哦，所以真正要准，哦，真正要准是用每一公顷的这个。啊，这个用量啊，稀释倍数是让咱去知影讲啊，我这个物件呢，几倍吼、哦，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啊，这个方式吼、哦。所以照农药行的一个用法，这个用法吼、哦，伊通常会较重小块。你会当甲问讲，一架冬差不多爱转几趟安尼？哦，比如讲一分地一般啊，可能就是伊会建议讲啊，我转两趟，啊转两趟吼、哦，变作就是讲咱用的水量较少。所以乎你的这个油啊量通常的油啊较侪小块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大概是安尼这算法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一般咱所看到的时阵，多数吼，多数像这种呢啊，拢会尤其汤油啊，吼、哦，这伫咱那是农药店派乎咱的时阵，通常都会高一点点，因为足惊你转无效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物件最主要就是讲，比如讲像这个克凡派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比如讲像你用的这个赛洛宁哈、哦，那么这两种物件呢，它不容易要害哈、哦，就是讲你转较重的时阵无啥要紧。
啊，伊做起人做较重嘞，无啥要紧，你当然都爱结啦，吼、哦，伊都互你结啦，所以呢，你得看到讲伊的这个啊，这個、量呢是会比较高，但是这个物件就是讲伊有一个。这个变工像克环派哈，克环派呢，它效果还不错哈，有两种的一个，这个、好个变工伊啊，有一个促杀型个胃毒型哦，因为有的药啊，就是讲你啊，甲抓到较好，啊，伊这种物件就是讲伊食到啊，这个毛效你甲抓到毛效。个一个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，伊这个克环派有渗透移行性哦，伊叫渗透移行性哦，所以呢。啊，伊通常会效果会好一点点安尼啦吼，所以呢，那么有这款呢一个道理吼，所以你应用的时阵呢，那么你可以参考看看吼。啊，这种量应该是啊，要产生这个药害也不太容易啦吼。啊，蒜头这个时阵呢，啊，你要个唔免去暂时的，当然你啊做蒜青啊都无同款，但是你啊做蒜头这个时阵呢，你也唔免去考虑吼，这。啊，免去考虑这个安全用药的这个问题，然后你可能爱去注意的就是讲啊，这个药啊是不是有这个推荐用药？啊，那推荐用药你根本唔免去担心这个安全采收的问题，因为到尾采收迄个时间个足久的，那么根本就无这种的这个困扰。那么至于是不是会伤到哈，这是不是会伤到呢？那么那以科幻派这种的这个用法呢？那么基本上呢是不会受伤哈、哦，但是都是我跟你讲阿久哈，其实要跟你提醒的哈、哦，就是讲你这个蒜头来的哈，客观派并推荐用药啊、哦，这找不到这个。推荐伊无推荐用克凡派啦吼，但是这个药也毋是袂用，只听种朋友另外了解吼，它其实尤其咱即位咱即个农药店吼，咱当然毋知是药啦吼，但是伊安尼派呢，不过个人是没有，我袂使讲，其实我应该说我还蛮欣赏他的吼，因为这克凡派确实的。在你这个应用的这个当中，咱纯粹卖先卖讲这个安全用药的这个问题啊，推荐用药的这个问题，这个药啊用在这个所在，比如讲你咧抓虫，你咧抓这个青虫吼，抓这个咱这个叶蛾类吼、哦，这种这个蚜虫啦、叶蛾啦吼，在暗暝啊这类的这药、個、啊，那么这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了。好，咱安尼讲，好，安尼讲，你就了解。啊，但是呢，伫这种安全用药，就是讲推荐，伊并不是推荐用药，哈、哦，这很安尼，唔知安尼讲，听众朋友了解无？就是讲，这支克凡派无推荐伫蒜头内底，所以你咧用，你爱细致，尤其到你那是做蒜青你可能得爱去考虑，哈、哦，因为迄、到时阵是唔是有，因为这袂使验出来。哦，伊若验出来超过0.01 ppm 哦，迄个浓度足低啊，你得变作就是因为你验到这个物件吼，很容易呢啊，伊得去变作是一个这个违法的这种违规的这用药啦吼、哦，这是咱一定爱小心的这所在，所以重要吼、哦，就是讲。我要跟你强调的是这个所在，好啊，所以你咧用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，啊，而且这个浓度哈、哦，所以有较管小块，但实际上伊也无什么款的解决问题，也不容易产生这个要害，但是呢，伊就是无推荐伫蒜头来滴，好、哦，安尼你听有就好啊，哈、哦，好，最后你小做解决参考，啊，但是讲伫这个使用的解决当中，啊，你小注意一下，啊，那准讲并讲你要用吼上准吼上。准就是每一公顷的一个这种用量哈、哦，这用量呢其实会比较准一点，但是去参考，比如讲，伊也是什么园哈、哦，因为伊也伫管定也推荐嘛，比如讲以客观派来讲你爱选一个含伊含咱蒜头较接近的一个作物哈、哦，因为高茎加这个。矮子甘含唔是这种高茎作物哈，这管的较低，这种呢，这是。是不是你用的这个量是无同款的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你会当小知影者哦。比如讲你那是用伫这个叶菜类，是不是会考虑这个蔬菜？哦，你可能你用的这个量一公顷哦，一公顷用一粒哦，这大概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那是分加几地嘛？吼、哦。
差不多是加六地，加六地来讲，等于就是，一加地是一粒，对吧？一加地一粒，所以你上起码呢要1500cc， 所以啊，和你试管是较低一丝丝啦，哈，多了一点点哈，但啊，实际上是还可以哈，一般是到三管，三管那种较无够，对吧？啊，细管有较重，吼、哦，这差不多是这用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大概是这个道理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你甲看吼，伊这个客观派用的是几回客的蔬菜，吼、哦，山药、洋香瓜、胡萝卜、茶、来啊，吼、哦，甘马碧、白灵啊、冬阿、吼、哦，福德莲雾、豌豆、芒果、韭菜、杨桃、番石榴、来啊、奇亚、利亚、梅亚，吼、哦，这些水果，但是都是无。蒜头，好、哦，大致上是安尼吼，所以你有当时啊咧用吼，就是讲啊，也讲包括即个什么大蒜啊，等等等等等吼，即个啊，即种即个，但是伫推荐上吼、哦，这个会有一点点问题啊、哦，所以你小心一下啊。其实，目前应该是也有扩大使用吼、哦，但是。应该是扩大使用到这个蒜头，哈，大蒜，哈，大蒜也扩大去啊，去使用安尼，哈，所以，但是伫咱这个台南改良场的这资料内底，哈，大致上是还没有看到，哈，大蒜的当用这个药啊，哈，所以这有时啊，互咱就矛盾的，哈，就比较困扰，但是啊，理论上应该。是不是有最近有扩大旋转哈？所以啊，你小查看买者，按那总讲有啊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啊，我拄啊讲伊无推荐伫即个啊、大蒜哈，伫、哦、蒜头内底，原因是即、這个啊，咱参考伫台南顶所整理好的这些资料，哎、啊，可能无更新到啊，旋转冇可能啦、啊，所以你比较看买者嘞哈。那么。只是讲，咱每一边咧用药的时阵，稍注意一下，安尼就好啊。吼，这个呢是咱真普遍啊咧用的一个、一种这个用药吼。所以呢啊，有这款吼。那么这曾经吼，曾经有咧讲到讲这个啊，科幻派的一个、中毒的一个这个问题啦吼。这是这种伫这个医生内底吼，通常因拢有去发现吼，并但是这通常是爱。大量去吃吼，去吃到迄种糖油啊，伊靠我多这种啊，那是咱咧抓，其实啊倒是还好吼，这般有发生过吼。伫这个两三年前吧，吼，这几当前啊，我会记伫较早不啊去上课的时候，讲着讲去一个人吼啊啉吼，这个女的250cc 怎解骨落安尼啊，送去病院这个急救，看起来还好，无啥代志，啊无啥代志，让回去啊，回去啊。甲过一礼拜时阵吼，怎啊雄雄咧啊，怎啊心脏怎啊停的吼，三点钟内底呢，就怎啊停止的一个这个，心跳什么连急救拢袂赴吼，所以这种物件收好势吼，这种物件要把它啊这个收好吼，伊这种这个啊是一个杀虫剂吼，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呢啊，你迄个量遐尼大，你甲想吼，伊甲你甲骨类吼，骨去管类，你甲看偌危险对吧？啊，咱无可能，咱平常咧用的时阵也没有去接触到那么多啊，所以这要稍注意者吼，要甲收好势吼，这个客环派啊。哦，听众朋友，做些参考。嗯哼，